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化身成为迪迦奥特曼，来到了地牢下面玩啊。哎，现在呢，我们带上这个武器去里面打一下怪兽，好吧？看一下地牢里有没有怪兽啊？你看，这里呢有一扇这个传送门，是去岩浆岛的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去这个地牢这边玩吧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啊，这个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欧布奥特曼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啊，这个欧布奥特曼的身边为什么有这么多猪呢？这奇了怪了啊！这个可是奥特曼兄弟用来关怪兽的地方啊！这个奥特曼兄欧布怎么在这边养猪了呢？疯了吧？啊，欧布！来，我们来问一下这欧布啊。哎，欧布，哎呦，你看啊，这个欧布呢还在打我，哎，看到没，看到没？哎，不要这样子吧，兄弟啊，我又不要你的猪。来，欧布啊，你为什么把猪养在这里呢？哦，这个欧布说上面呢没有猪窝了，所以呢没办法把全部猪呢关在地牢里面养啊。但是呢他好像不怎么相信我啊，感觉我会抢他的猪一样。你看他看到我呢就向我开枪了，看到没？哎，欧布欧布欧布，哎哎哎，我不要你的猪，你不要打我好不好？好吧啊，这个欧布奥特曼应该是爱猪如命了啊，看到这些猪呢都已经不认识我了，是不是还以为我会抢他的猪？我的天哪，好吧，算了吧算了吧，啊，我们还是回去算了啊。这个欧布呢好像是有点不欢迎我们，对不对？那好，今天呢就玩到这里，我是小葵，拜拜。